这个啦啦啦啦啦，巡浪来着啦啦啦啦啦，你看那个胡大叔，这桥过的这么翻了，你咋的嘞？你今天学习大战，我今天不得回家了，我的今天不得回家了，这咋嘞？你们往往我们咱们不巡浪，有俺那个大锅子呢，有那个啦啦啦啦，一个大手杖吞下来的呢，哎呦我的妈嘞，水来了，又吓人呢。 这一张船就这几个人上来了，船小一下子能少拉几个，少拉两个往上上，咱个里面困的人多，困了几百个人。 为他点赞，他冲水呀！为他点赞啊！啊，接不着了，这个。同志们，都看看我们家水发的大不大？ 今天首尔中学现在成了避难所，所有的水灾都知道首尔中学来避难。今天的雨，今天的雨，一塌糊涂。大桥上都是平水的。 这些是贼的啊！哎，你瞧是贼的。有。有。天哪！你看嘞，水一下弄到屋里来了呢，好狠呢！
我的个乖乖呀，这眼睛恩儿恩儿的呀，你看见啊，快来救灾。哎呦，是，进不了，进不了，啊，进不了，进不了，进不了。你，哎，你要么这样走，你就知道勾着你走行不行？啊。大型西路，车都飘起来。